其实我应该肯定是比我年纪大的了，我没有办法去给前辈啊，或者说一些人的寄语，只是希望加油加油吧，然后放轻松，希望他们都能够取得好成绩，这样相对会忙碌一些，但今年就是把生活可能暂停了一下，就是其实还蛮好的。也感谢这个疫情，让我们大家都沉下来，放松了心情。不能说感谢吧，当然最大的希望是这个疫情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是，但是既然发生了，就是生活是这样，就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，对。